对，这个就是这个这样子双向交通就行了。对。这有是不是有是一条游览线？是不是？这运河上也有条游览线吧？夏天是不是大家也可以游览？啊，后面的大楼啊，就是那个 Carleton University， 是 Canada's Capital University 最高的楼。哦，这后面就是这个学校，好多建筑楼。建筑楼的特点呢是，它的楼下呢都是互相连接的，所以你只要进了一个楼啊，就可以不用出来，就在全校的这个楼里面走来走去，啊，外面冷得很。